这个传统武术里边的叠法，主要就是用小的脚法使对方脚不离地去倒地，这称为叠法。因为这个一些简单易学易会的啊，有六种，让我把它演示一下。对方击来的时候是吧，只是上步，要用脚的内扣，我的脚在外侧称为靠腿，外扣拨起啊，往下用我的腿中部向下啊压，而使对方跌倒啊，然后进行打击。那么这个腿呢，因为是从外侧，咱们外侧称为套腿，里侧称为插腿啊。然后跪下是吧，把腿压住再进行打击啊。所以要简单把脚一定要靠啊，脚一定要前脚掌要张开一个45度角，然后内扣，用小腿的外侧下压，使对方跌倒。所以这个下蹲的时候要比较快，动作比较敏捷，这样摔出去爆发力才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很大啊。所以这个在压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这个穴位上，就是属于叫丰隆这个穴位是吧，靠压往外一掰起是吧，正好压住对方的相对的一个中部的这个位置是吧。我再做一遍，套压是吧，上步打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对方上步同时接对方的脚，这样比较敏捷一些啊。同时在要一定要贴住对方的脚，不要离得很远啊，贴得越紧用的效果越好。套腿拨膝摔，这是指的这个脚从外侧啊，这是外掰腿的脚的摔法。对方出脚的时候，我用脚向外掰45度角是吧，同时这个手下去以后要把握住对方膝的方向，把它摁直啊，而不让它往前走是吧。那么接手啪，你看这个脚向外掰要翘起，腿要挡住他前面的这个记录，这个右手按住对方的膝下摁，往你脚尖的方向去摁，然后进行摔啊。那么这个应用起来的时候，这个掰摁膝啊，一扶就倒哈。用这个动作要很快，手和脚的配合啊。所以这个脚的外掰，两个脚的同时的应用是一样的啊，掰扣啊，摁膝往下一个一打一推啊就可以了啊。这个用的时候就是脚的外掰一定要角度要大要够，脚的外掰
啊，小于这个在30度就没法应用，所以腿一定要外掰啊，掰到90度那是最好的位置，手下压啊，直的用手掌推对方的膝部啊，下压推自己啊，往外推出啊。里叉腿压根儿指的是用你的左脚或者是右脚插到对方的裆部，压根儿指的是用我们用拳压、肘压、肩压三种方法都可以应用，但是这个关键是在于在应用时我们这个脚就是不管你的左脚和右脚都要向内扣到90度，从正回来要达到90度啊，这是内扣啊。啊，扣到90度的时候压他的腿的根儿啊，我用拳压，我用掌压，我用肘压啊，肩打都可以啊。所以这个要一定要击他的根部啊，就是对方一上来的时候同时一插，你看这肘一击是吧，向下一蹲啊，这叫肘击，这样就把他把对方啊击倒啊。这个应用的时候就是一定脚起来的45度，那扣压根儿是吧，如果对于个高的人来说，对于比我自己比你本身个高的人，那我就用肘击，如果比我个子矮的人我就用拳击是吧，那么个子还是很高的，那么我们可以就用肩啊，可以用肩压。下边我再把这个三种方法再演示一遍。第一种是吧，用拳啊打击根部，同时下压啊。第二肘啊，肘击啊。第三就是对于个子高的人来讲啊，个子高的人来讲我用肩压是吧，腿一扣啊，二往前一拨腿的时候是肩往下一打啊就可以了。那么尤其对对方1米85以上1米9，就这种个我们使这种方法的这个效果相当好啊，对于个矮来说这进攻是非常有利的。大步套叠，指入大步就是我们在练拳的时候这个步子一定要是很大，从外侧套住对方的腿是吧，然后管住啊，让这个对方那个腿没法移动啊，在这时候就叫咱们就称为大步啊套叠。但是你的小的步只是吃着对方的一个腿，那使用起来就成功率不是很高啊。大步套叠是指着这腿啊，我套住他两个腿，这要扶住他的膝，然后身体一正就可以了啊。就是对方打来的时候一定要来侧啊，这个步子我这上这步我不能上到这儿啊，这样就有巧，一定要大啊，就是大步直接一下子这称为大步套叠。在大步套叠应用的时候，同时脚一样说要起啊，必须高于45度啊，脚要勾起来，然后手要控制对方的倒的路线，不要让它往前啊，那么这样就称为
大步哈、啊，这种套点。在应用的时候，要我们打拳在练拳的时候，这步子一定要大啊，出去哈 就要大，你才能可以应用得上啊。所谓说在应用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用滑步，嗯，是吧？就是滑步，就是这个步我迈得非常大，后腿要跟上啊，这是在这样去应用。要不然的话，就是自己步子特别大，你重心呢？就是就产生了偏移，也容易就是前后的这种跌倒。所以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啊，这种滑步的练习啊，才可以应用的得当。抱腿掰膝指的是用左脚或者右脚是吧，在对方的两侧啊，迈出这种步子贴入对方的大腿，称为外套啊。掰膝是指着向外掰啊，外套腿就对方击来，我同时与他同时上步啊。同时上步的时候，手腿扣住对方的腿，下跪的同时要往外掰膝，掰他的腿，是吧？这就称为下跪啊，掰膝啊，啊，就是向外掰啊，打过来是吧？手搬膝、啊，所以这个在应用的时候，就是对方只要一出脚，我马上就要出，是吧？你看啊，就要摁住对方啊。就是这个前手啊，前手啊，接手脚还是用叠法搬着膝盖的啊，然后下啊，用手肘向下压，用膝盖往外崩啊，把它崩倒啊。这个发力的时候一定要清脆啊，清脆有力轻巧，而且身法一定要跟上，就是对方一摔倒马上就要跟过去啊。因为我们讲传统武术，就是摔倒了并不是目的，跌倒也不是目的，只是用减少自己的力量，用很小的力量把对方啊摔倒，然后进行打击。背部叠法也属于一种属于自卫啊，不属于进攻型啊。就是如果属于进攻型的话也是可以应用，但是不太一般的不太应用。主要是就是对方上来搂我上步是吧，我用背部就是这脚往后是吧，背你要用脚勾住对方是吧，然后用你的大腿向他对方裆部趟去啊，一趟啊啊一迈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后勾是吧，然后趟有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腿右腿后勾要勾脚尖要翘起来啊，左腿要向后趟出啊，形成弓步。那么这个呢，就是连叠再打啊，打击对方的裆部。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注意呢就是对方上来一搂我啊，你看啪用脚一勾啊，这个动作要很快啊，对方打来搂我啊，那么我这小这么勾，我这是用这个脚在勾的时候，你这个臀部这屁股要向后坐啊，这一坐啊一迈腿啊，那么发力的力点是在臀部。所以这个在应用的时候这要变力点要特别的注意是吧。他过来
啊，对方搂我了，把我搂住，啊，那我这时候就要把我摔倒，但这时候我的脚啪勾住，勾住下蹲，臀部下坐，脚后趟，啊，那么这样才可以，得当，啊，搂，好，一，啊，这会儿你看那个臀部。我这个臀部一定要下坐，不可以这样，直的是不行，啊，下坐，下坐，重心向下以后，脚也可以勾住对方的另一只脚，啊，往下绷，啊，一直就可以了。因为你这样做呢，主要就是那个两个腿啊，同时一勾二勾，是吧？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你这是一勾二绷。啊，所以这两种方法合起来都可以应用，啊，在练习的时候，就像我们打拳啊，对方一搂抱，啊，一勾，啊，如果你的力量练得很好，可以直接起来，啊，你看，啊，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用腿的这种回勾，啪，就可以把它勾起来，啊，如果没有勾动。啊，一，你看这脚勾，你这个臀部下坐，重心下移，这脚一回去，你看它，是吧，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两个呢，就是我们说练太极拳的时候的，你看，啊，背部，啊，左右的，啊，左右的背部，汤部。那这两个步要把它练好，在应用时候才能够得心应手。勾腿跌法是在以这个所谓说诈败，就是让对方以为你不能够抵抗他，而转身啊，用八卦里边的勾拉腿法啊进行摔倒，是吧？就是对方向我打来，非常凶猛，我可以马上啪一转身，啊，这手弯弯切着手，然后的脚尖起来勾，啊，勾拉，啊，把对方让对失去重心而跌倒，啊，那么这种方法，转身要快啊。然后再转身，是吧？再进行击打，是吧？那么左右，我们一般常用的都是里勾，啊，外勾也是可以的，啊，就外勾腿，是吧？你就要往加上这个手往外展，是吧？手一展，脚一勾，啊，所以这样用，是吧？里勾，就直接一带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要动作迅速敏捷，是吧？使对方失去重心而倒地，是吧？倒地的瞬间要转身来进行这个搏击，啊，这是外勾，内勾，你看，啊，勾腿，哎。要勾腿，脚一定要勾起来，啊，达最小的那个角度，啊，要勾，啊，提膝的时候，膝盖，啊，要与膝合，啊，往前勾，不要这样，啊，分开，往前勾，这种称为勾拉，啊，勾拉就是让对方的重心分大，啊，让他倒地。倒地蹬踹是指对方把我击倒，我在倒地的时候，这种是自卫，是吧？那么过去也管这个叫鸳鸯脚，是吧？就是对方打我，经过一摔，把我摔倒在地了，
是吧？我在倒地的情况下，是吧？我可以应用。那么也可以呢，我在不倒地的情况下，我主动去应用，是吧？那么这脚是勾，是吧？完了呢，倒地实行这种倒地，啊，这样，然后呢是串，是吧？啊，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我主动的进攻。如果对方是吧，对方像我把我摔倒了，还要加害于我，是吧？我可以直接啊，这种是吧，踹，把他踹倒，是吧？转过来，哎，啊，啊，勾，下边的这个脚是勾，是吧？哎，如果这脚啊勾，这边脚过来，转过来，是这种啊？你看，下边那个脚勾和踹。同时发力，啊，啊，对，那么这样呢，就称为这个，也称为蹬踹，蹬踹脚，啊，主要是这个脚的下脚的勾，上脚踹在膝盖的部位，哎，啊，哎，啊，转过来是这样的，哈，啊，看，啊，要蹬，那么在应用这个过程中，是吧？就是回腿脚要勾起来，力度要够，回腿要快，蹬腿要快，蹬和腿和勾要同时发力，是吧？才可以，是吧？那么这个硬的练的时候要注意，蹬在膝盖上容易把对方的膝盖部位蹬伤，所以要注意安全。倒地合膝压腿摔这种跌法它也是指着就是对方将我摔倒，我倒地的时候啊，对方向我就想伤害我，如果他已经插进来了，我这两个脚要合，两个膝要合在一起，然后用膝勾脚，用压膝的方法和旋转啊，咔啊，用膝合住旋转啊，好啊，在倒地对方要打击我的时候，是吧？我用双脚合住膝合住，然后在起身的时候转身，你看两个膝盖一压，啊，好啊，再蹬出啊。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两个脚要合住，两个膝要合住，在下压的时候要旋转，是吧？才使对方倒地。膝法在传统武术里当中用的非常之多，但是用膝法去摔膝打对方，用膝去击打对方，摔倒对方，是吧？那么方法比较简单，发力清脆，而使这个效果最佳。啊，嗯，压膝摔是指对方向我击来的时候，是吧？两手控制住对方对我面部的攻击，然后用两个腿都可以，我用右侧腿，是吧？向他对方膝的外侧下压，让他摔倒啊。这个压的时候啊，不要顺劲儿压，不要这样是不行的，是吧？要侧压，用我的小腿的外侧丰隆的穴位啊，压住对方膝外侧啊。你即使说穴位叫尾阳这个部位啊，然后向下发力，是吧？啊，这个向下发力的时候，有时候踢一下可以砸下去，然后呢再外拨，啊，啊，这叫压踢，啊，左右的是一样的啊，
我用的现在用的是左侧压膝，左侧压膝就是脚一定要勾住对方的膝部，然后向下发力蹲，要把对方压倒。这个发力要迅猛，是吧？左压膝，勾住，吸气，往下呼气，沉气，把我身上的重量，是吧？和发力完全都压在他的膝关节上，是吧？使这个膝关节让他扭伤，那么这样就可以，一定要迅速、猛烈，是吧？比如说同侧的，就直接一压的时候，一压啪啊，同时脚向前，那么这就是压与摔同时结合在一起，是吧？那么这个在它的动作要领，这样去压，这压的时候，你看这腿有一种盘击，上手向外掰，这叫压膝摔。波膝摔是指的两个人在对峙过程中，膝盖两个人都互相占有对方的中线，在这时候突然，是吧？把这个膝盖内侧，是吧？向外，像打到外边，称为波膝。两人在对峙的过程中，互相都在中线，膝盖离得有一定的距离。在这时候，就是膝盖要往外拨，要猛烈发力，向下，那么这个就是把对方的根节破坏掉，膝盖与他的距离，大有一拳相隔的时候，猛烈的弹击，上身要转身，是上身，所以发力要迅猛。滑膝摔就是指的膝本身发力的膝盖它没有一个固定点，像有一个很长的一种滑，这称为滑膝，就是在滑对方的膝的外侧，对方与我相对争持的时候，是吧？我抬腿，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是吧？我只是用膝盖滑他，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要用膝盖把他的那外侧让他弯曲，同时。我两个手发力这称为滑膝就是我的腿不是在他的腿上有一个固定的发力的点而属于一个动态，所以在滑动的时候是吧，抬腿往坏，你看滑碰，所以在滑的过程中就是要快，速度要快，你这个能量才大，这才能容易把对方的重心突如其来把对方重心打歪，是吧？所以这就称滑膝，是吧？滑膝呢，主要是要注意腿的。下滑这腿要过去用向下画一弧才可以在这个就是太极拳八卦也好都要讲究，你每个动作都是非圆即弧，所以膝盖上在画圆的过程中要下蹲，是吧？这样不失掉自己的重心，而还有具有很强的打击能攻击能力。跪膝摔有用同侧和异侧的都可以用。
啊，那么这个主要跟华气衰有近似的地方，是吧？贵气指对方向我攻击来，我用同侧用脚来勾住对方啊，然后腿往下压跪下去啊，跪啊，这称为跪气。这个速度啊，要非常的快，哎，啊，就是往下一跪啊，你这个腿、膝盖这个部位要一对小腿要平才可以，用你的膝盖的部位是吧，啊，和这个中间这一块搁住对方膝盖的外侧啊，然后下压跪腿啊，直接往下一跪就可以了是吧，啊，要把对方啊跌倒啊，在这个跪的过程中有一勾腿啊，不下跪啊，这样啊，然后的手是打击是吧，步子再转化啊，一定要跪在对方的腘窝的位置是吧，下跪啊，脚要勾起来，要保持住自己的重心啊，这个不用前后的啊和左右的偏斜，只要自己的重心把握住，你只要是去下跪啊就可以了啊，就能把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完美。肘膝合摔，这就是所谓说内家拳里边讲的六合，是吧，就是肘与膝合，这两个力它是一个反方向的力，是吧，就是膝内扣，肘向外分，这个发力要迅速短暂啊，而这样就要把对方使对方这个根部啊给它打动啊，上压手是吧，肘膝合，肘向下沉，膝要贴住对方的后边膝部啊，那么在这时候叫合摔，肘与膝合啊，那么怎么合呢，就是要向下吸一气一呼啊，它才能产生一种爆发力，你看对方一拨我肘向上翻，你看膝吸气，所以呢它非常非常发力非常短促而有力啊，而不可以就是像我们的这样去是吧，这样去摔，这样靠啊，像是这个如果说对方的手高在下是一样的啊，只要这肘打击对方的这个心口的啊这个部位，如果我的手上去，对方把我手抓住了，你看我这会儿没法打球，你看这手往下一沉，然后你看一呼气下沉，你看啊，所以这个要肘膝合摔啊，在肘膝合摔的时候，关键的是要把腿的膝盖的部位要顶在对方的腘窝，是吧，肘是吧，所以这样呢就是说用短促的啊一发力啊，但是七啊一正，那这样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关键的时候那个就是在于肘与七要同时发力啊，如果某一个肘或者是七都先发力，那么这个就不能成功啊，那这个在练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够体会到这个这个太极拳里边的这种奥妙。外盘膝摔是指着用膝法啊，而不是倒地，就是用膝勾住对方的进攻的脚，然后用手挡住对方的这个膝的走的方向啊，而把对方摔倒啊，说对方向手击来
啊，我用腿勾住，啊，而用大腿的部位向外掰，是吧？啊，那么这个手要打在对方的根部，啊，搬七啊，又把它摔倒。因为是走外侧啊，所以称为外盘七摔，啊。那么这个和跪盘有区别在哪？跪盘是指着下盘是这样啊，盘七是指着我不用去下去，是吧？这样就可以了，是吧？手，你看这儿压的时候，手用你的小臂啊绷住对方膝盖的部位，用大腿向上挤压，要同时的啊。那么这个就不要跪下，就是膝盖不要完全，小腿不要完全着地啊。那么这个发力也是要同时的，就是七和肘啊，肘是内肘，膝盖是外七，外七是吧？肘七啊要相合啊，那么这个就才能够把对方很清脆的摔倒。内盘七摔是指我用我的右脚对对方进攻方腿向我当叉的时候，我用我的右腿下盘，盘在什么位置呢？要盘在对方啊，要盘在对方的这个腿根部啊，这么盘是吧？在这时候手向前扑啊，这儿盘以后向前一推，对，要把这腿锁住啊，同时也可以打击啊对方，然后再起来啊，所以这就称为内盘。那么内盘呢，就是可以，如果你腰腿比较好是吧，你可以主动进攻，上往下一盘就坐地了是吧。这个内盘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勾回来啊，把腿啊卧地啊，这样勾啊，然后推出啊就可以了啊。这个腿不要太往外去啊，坐盘啊，一盘啊一推，然后就可以直接起来，这样呢就称为内盘。盘的时候下盘一定要快，上扑啊，推出，向对方推出，下盘推出啊。拇指啊，拇指擒拿摔啊，这个擒拿摔在武术传统武术里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因为用一点点的力就可以把对方制服摔倒，那么这就是充分的体现了这个传统武术说四两拨千斤之妙用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拇指擒拿这个有十三种手法啊，就是摔法啊，包括腕的擒拿也有二十几种是吧。这里我们只介绍几种这个拇指的擒拿摔法。对方啊用手牵住我的手啊，我用拇指按住对方拇指的本节，同时下压啊，在下压的过程中就要进行旋转，而使对方失去重心啊。这会儿的话我用脚踹啊，直接就可以打倒啊。那么对于下颚是吧，夹脚夹拉摔啊，那么这个方法非常简单，而且很非常实用，就是拇指啊所以不用很大的力量你就可以把对方摔倒。那么
我使右手，使他对方的右手，同时可以用啊，同时可以应用啊。左手右啊，八肩啊，踹啊，都可以。所以这个拇指的这个擒拿的摔法，我们这个我介绍几种啊。第一，就拇指的拉摔，是弓步啊；二是按住拇指的本节，拇指的本节，同时下压外拉拉牵拉啊，往下画弧，那么这就称为拇指的牵拉摔法。那么拇指如果我用左手抓住对方，那么这称为拇指的内旋拿法，是吧？啊，推摔啊。所以这个在应用的过程中，就是把对方的因为我用一个整个的手对付一个拇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双手擒拿是吧，摔啊，一推就可以了是吧，牵拉依然可以是吧，因为这个你完全控制住了对方啊，都可以啊。外翻腕推摔，这指我们的左右手都可以。这几节是属于在擒拿里边所应用的这些手法。现在我介绍几种。对手向我击来，是吧？我用同侧手接住对方击来的手，同时以右手的掌心接住对方攻击之手，然后向外卷啊，卷外啊，在卷的过程中到这位置，你等他的肩已经过来，我一击他肩啊，可以推。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对方失去重心以后，我用很小的力就可以把他击出啊。第一啊，完了以后我就可以用着手击他啊，用肘击都可以啊。所以首先呢，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是把抓住对方的这个手腕的位置。作为上接手，拇指要按住对方的啊食指与中指之间的缝隙啊。第二，我的右手要按住两个手相对的位置啊，四指无名指的和中指的缝隙，用力掐住，然后下撅。第一个力是向下，第二个是翻，是吧？这样对方的肩就过来啊，正好在肩转过来的时候，我便伸手击出啊。所以这个动作要领就是要向下画弧，两个手的位置要把对方的手完全控制住啊，使之对方的腕不能转化啊，不能让他往回有很大的这种反抗能力。在这时候要抓住时机，对方肩一过来马上击出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对方在贴近你身的时候，这个手再击出，这个时机已过。所以要非常注意，是吧？这个动作的这个敏捷，反应的机敏灵敏性啊，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完美。缠腕拿摔也属于反擒拿法啊，就是我向对方进攻，
而对方是吧，用这个用力把我手把我的腕部控制住。那么这时候他有一个向下牵拉的动作，那我就转过去，我的手用我的左手靠压住他的手，攻击手的手指，然后转腕向下画圆。好的，而把对方摔倒啊。摔倒就是推一下就可以了，是吧？那么这个就把对方的进路完全控制住，是吧？就是要用手，他牵拉我就要过来，第一，是吧？第二，我要控制住他的手指，是吧？不让他撒开。第三，我要转，就是贴近我自己的中心，啊。第四，啊。我要背部是吧，我手搁在他的腕部之上的时候向下旋啊。这个问题擒拿的时候一定注意对方的手臂，不可以让他直，这样是错误的啊，因为这样对方可以抬腿踹啊，可以踹我，既可以解决。如果我让他这个手的弯曲在130度以内，那下旋是使对方既没法起腿，也没法慌起手，是吧？那么我再有主动的攻击性，这就是这个动作的啊这个要领。啊，一翻转。用这儿踢啊都是可以的，是吧？如果用摔的话直接向他的头部击出啊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动作要就像我们你必须有一个下缠腕的动作，如果没有下缠腕的动作，那么这个擒拿这是应用不上的。下卷腕拉摔是属于在擒拿腕部的和摔法相结合的一种摔法。下卷腕就是对方的攻击手被我手擒拿住以后，是吧？转身背部用小指向下压，小指啊转动腕部，这是第一。第二，当对方被我向下压低到一定程度失去控制，而这时候要向前拉，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对方摔出。如果控制住对方的话，是吧？只是我们这个手向下拉被这个不也可以，是吧？向下画弧，向下卷拉，啊，拉倒，是吧？那么这样要一定要控制住对方，就是不要撒手，才具有攻击的能力，啊，左右手是一样的，啊，背部拉拉摔，对，啊，你这个手不要撒开。然后才能有攻击的能力，是打击对方的肋部，是吧？这时候下拉啊，是吧？踢打啊，都要随时跟上。所以这个的动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快，非常的敏捷。就是接手以后，是吧？就要背部啪下拉啊，有一个左右的背部。都可以啊，手是向下，首先向下画弧啊，这个动作的关键都在于画弧。如果没有这个弧度的话，那么这个
成功的几率可能少一些啊，必须这个上部分的往下压，这个弧度要大，而卷腕的时候啪要弧度要小，有一小的钩啊，往下大，哎啊，这样才可以把对方摔得非常的利索。反折肘摔法是属于拿对方的肘拿法的里边的这个一种摔法，是吧？那么这种摔法呢也比较危险，在练习的时候尽量不要摔倒啊。对方以右手向我攻击，我以左手啊上架，以右手抱臂折，使对方肘关节然后向上扳，在一扳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对方的这个脱臼啊，这个大臂的脱臼，所以在练的时候是这样啊，可以了啊。如果我用单手也是可以擒拿的，单手加腿一串啊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不要过啊，你要过的话就要把对方这个肩关节就一定要脱臼了，是吧？所以在肘过来啊，这都称为反折肘啊，这折过来脚加一腿啊一踹就可以了啊。如果在这个实际当中遇到歹徒的时候，那我们只能是这样啊，一扳咔就直接把他的胳膊就拧掉，是吧？就是所谓说肩关节的脱臼啊，这个没有生命危险，我觉得如果对待歹徒的话完全可以应用，对于我们日常练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翻臂摔，翻臂是指着自己的臂，是吧？翻过来啊，这是八卦里边的一身幻掌的那种应用，是吧？左右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对方向我打过来的时候，是吧，我一手在上接手，是吧，用我的肘的内肘打击，是吧，对方的肘内肘相合，然后转，是吧，这是压背，是吧，这个手向下边抓裆，然后把它翻过去，是吧？那么这样就称为啊翻背啊。转身的时候啊抓住然后翻啊，那么这个动作要领啊，只是接手以后，你看这个要这么一个动作啊，是吧，一转啊，他这个啊这个手向上推，想把小臂推上去，然后这个手是向下压，同时另外一个手抓住对方的腿部根部啊，抓住根部，在抓住根部的时候啊，同时下压翻啊，可以把对方摔出去。那么在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啊，有一个内肘外翻八肩啊八裆，那么这个肘啊向外旋转的时候，这个手八肩又扒在对方的肩颈的位置，对方肩颈的位置上，上部抓裆下翻啊，再做一遍，一二三啊，翻
翻的时候重心要上前，连压再推，向上推，肘扒住肩颈的位置，肘下翻，上挑，哎，好。那么这个主要的呢，就是自己的重心不要失掉，转、翻，啊，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几个手法都要合成一体，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就是把动作完成的非常的。非常顺畅，很完美，要把对方说服去，是吧？自己的重心不受一点影响，啊，一定要保证自己重心的这个中正，就所谓说立身中正，啊，还可以。